还好得意，他和妈妈一起来拔萝卜，体验田园乐趣。平常没有机会拔。你们小时候有拔过吗？对，没有。也没有啊。今天来体验一下。一般这麦囡仔吼，拢唔爱拔过萝卜。有。系啊。哪有听过歌尔啊？哦。系啊。带孩子下田拔萝卜，分工合作，拔出来的萝卜全都装进麻布袋里，整片农田通通都能拔，而且一台斤只要5块钱，跟现在菜市场上卖的一台斤15块差很大。今天总共卖几斤？哦，卖百几斤。百几斤啊！啊，你嘛是要做迄萝卜干呢？菜包，菜包的咩？你以前干嘛做过？身上带的所有袋子全都装满满，自己吃不完就送别人或晒成萝卜干慢慢吃。但如果想要晒干，拔萝卜时的品质就要挑一下。会稍微剥一下，这下面是分叉的，我就没有拔了。啊，光滑的我们就把它拔起来。整座农田开放民众自采，想怎么挑都可以。农主是他说，几乎每年都会开放给乡亲来体验采萝卜。小朋友来家乐趣啦，回馈啦，就看见啦，那个长辈。就不拿来讲，肥料钱安尼尔啦。吴先生说，这个萝卜的品种收成只要40天，二期水稻收成后就会种萝卜。开放民众自采，可以省下请工人采收的成本，赚的虽然不多，但也不无小补。可惜啦。不少农民也会开放给民众自采。先前这座高丽菜田也是开放民众自采，价格比市价低，让民众捡便宜又能体验拔菜，农民也能回收一点成本，一举数得。华视新闻，张正峰、吴建宏，云林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